日年马尾啊啊西吧啊去怎么说兄弟们是不是有点早我先冒险岛好吧，先弄点东西，然后等会儿星星过来，就让星星来玩会儿吃鸡，然后我去补个午觉。加补时长呀！我操，补时长月底做手术去了呀，兄弟们。张哥今天早上播到几点的？有没有人说一下？张哥早上播到几点的？6点多，6点半，可以。下次夕阳红是多久？今天晚上有可能夕阳红，好吧？今天晚上先跟乌兹双排。今天晚上会跟乌兹多。怎么说？困得一逼，贝贝。我剩有6个小时。今天晚上拿把乌兹跟乌兹多，我睡了5个小时。你睡5个小时？我播到4点过。我看到了。对。然后5点过睡，10点过起，兄弟，拉满，今天还要干到早上6点。等一下，先弄点东西好吧。马老师太穷了，别套路他了。锤子，谁跟你们说的？老马他妈有钱好吧，现在生活条件还可以，套路他个一天，套路他个200-300，几百块1000块，好吧，绝对扛得住，看不起谁呢，我操。摄像头太暗了吗？哎，摄像头是太暗了，猪，摄像头太他妈暗了。等一下，去拍卖点东西。方向，你可以把这个给开开，这个灯，还有这个灯开开好。100亿，他妈的，86亿一个，太便宜了呀！那老子直接卖79亿，好吧？哎，很好的。直接卖79亿。我别关了。关了吧，就关着吧，现在先关着吧，那个射灯开着挺难受的。79亿，幸运卖多少？幸运108亿，99亿，我直接卖个89亿好吧。这三个先不卖。私心战斗胡椒，私心战斗护剑6亿8000万，那我就卖个5亿9000万好吧。英裔哨兵护肩，1亿8000万，他妈这么便宜吗？2亿7000万，哇，那就卖个1亿9000万，卖不了了。勤奋吧，兄弟们！
这个冒险岛呀，没玩过吗？冒险岛都不知道吗，兄弟们？我今天早上抽奖，老子赚惨了！我操他妈！今天早上有那个决战百分百活动，这个活动100块钱抽一次，知道吧？然后有机会出这五种东西，这个东西很便宜，几块钱一个，这个是 A 级，几块钱一个 ，A 加级这个也很便宜，这三个就比较香，好吧？这三个就可能几百块、几千，一两千、两三千，这个就可能1000块左右。今天抽奖还赚了，我先去，我把东西领出来，我要一样搞一个呀，我自己的号肯定要搞一个。自己的号要搞一个。晴天娃娃。我抽了多少个？我抽了90个。我抽了90个。这个兑换码别人不能换呀，只有自己的号能换，所以给你们看无所谓的，所以直播给你们看都无所谓的，就只有我自己的号能换，你们去换是换不了的。看到没关系的呀，你看到就看到嘛，没得关系的呀，贝贝，你当我傻呀？我怎么可能直播的时候把这个就你们能看的，你们能换的，我给你们打开。让我看看，晴天娃娃，来一个好吧？哎，晴天娃娃换一个。迟到了奇宠永久使用券，来一个。活力激萌休闲服，来一个。诱惑兔耳帽，来一个。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，猴子恋人椅子一对，来一个。看看好不好看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这个是百分百抽奖呀，兄弟们，这个是百分百抽奖，活力激萌休闲服。还可以，还挺好看的。这好像他妈的没有我这个好看呀，跟我这把武器，这个好像跟我这把武器没有那么配，还是我这件衣服比较配我的武器，发现没有？哦哦，有特效，身后会跟着小鸡，看到没有？这件衣服他妈要贵一点，这个是他妈2000块的，我这个垃圾就很便宜，但我觉得我这个好看一点，配我这个装扮，配我这把武器，这个衣服要好一点，我这个衣服，对吧？诱惑兔耳帽，哎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给我的机器人戴，到时候可以。晴天娃娃，这个娃娃长得太鸡巴恐怖了呀！这个东西为什么卖5块钱一个是有道理的呀？兄弟们，这东西卖他妈5块钱一个，有道理的呀！我还没有在我这台电脑上去打过黑魔法师。讲道理，你把那台电脑的冒险岛打开，
然后选一个二区，我把我的 buff 号登录一下，我在我这台电脑上练一下黑魔法师，好吧，把今天的黑魔法师练一下。看一下椅子好不好看，这个椅子还挺好看的，昨天出的这个椅子还挺好看的。猴子恋人椅，两个人坐一起可以一起坐是吧，可以找个妹妹上来坐。两个人坐一起时产生漂亮的背景效果。哎呀，我把我打 boss 的装备换上。三个宠物拖出来。啊，我自己来。等一下，我要去打 boss 去了，兄弟们。我还没有用我这个电脑打练习过 boss， 我去练习一下。耳机炸了吗？这怪太多了，所以耳机容易炸。这怪太多了，所以耳机容易炸裂。我操 ，A 级的萨芬。A 级的芬萨里尔，兄弟们，还可以让别人拿去拓得一下，留着吧。让我看看，来，你把那个，萨瓦迪卡，好，你帮我拿上来吧，好，谢谢，好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来扫一下，那个二维码点一下。来，我进一下。直播呀，兄弟们，这是直播呀，不是录播呀。我把 buff 加一下。
我操，我也干到四点过才睡的，好吧？但我又不想去打了，因为我现在打不过。然后呢，去了打就会很丢人，会影响我的心态，降低我去打挑战 BOSS 的热情。怎么说？而且这台电脑我没在这台电脑上打过，会影响我的操作。那个 boss 很难，要他妈真的要练习的。那个 boss 不是那种简单的那种傻逼 boss， 知道吧？真的很难，很难，很难，很难。不用操作，这个游戏打了打黑魔法师也不需要操作，要熟练度，你知道吧？就要了解它的机制，要熟练度。哇，我感觉他妈今天去打要被一阶段的两个门神扫地出门，兄弟们。会不会被扫地出门呀？如果被扫地出门就丢人了啊，去试试吧。哎，怎么两下推啊？我操！啊哈！拉不开了呀！我操！啊，好烦！这两条命了，乱了，我已经又在一起。啊，好烦！
哎呀，他妈又给打到了，看着这是。这玩鸡巴了。绑应该还有个 CD， 现在还不能绑。完了呀，没有绑到这个边，人没了，兄弟们又没有进化，哎呀，完了，人要无了，骗过了。这波爆发没打上，不然他这波已经死了。啊！没了没了没了，这把把他骗到这边来推。哦吼，人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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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不到他们多少血，兄弟们！骗他出招，往右边出。不贪不贪，等一下。哎，完了，这把打得太慢了。打得太慢了，时间不够。
厄博朵中间。冒险岛呀，水友们，啊，被炸到了啊，人没了，打鸡巴呀，这他妈死了一条命。天堂，你看嘛，这个 boss 是不是不难嘛？这个 boss 要的只是熟练度而已。三阶段最要熟练度，现在这几个一二阶段还好，一阶段有点吃操作，一阶段他妈的真的有点吃操作。然后二三阶段就，二三阶段就完全就是看熟练度了。四阶段是送的。我就进去了，不过没有关系。这波不用动，
但打不过了。如果换那个高手来的话能打过，但我已经这把我已经打不过了。这把命太少了，还是一阶段死太多次了，二阶段也死，就他妈最傻逼的。这个游戏叫做二阶段无法死。这个游戏二阶段是送的，二阶段是不能掉命的。一阶段的话掉个两三条命能忍，但一阶段刚刚掉太多命了就不能忍了。看不到他的血，哎呀完了，哎呀乱了乱了乱了，啊人没了，不熟练。这个 boss 你们看到没有，他过一段时间你们发现没有，他会这么膨胀一次，他身体会膨胀一次，他这个膨胀就是推人，推人的时候你必须要趴下，你就可以躲他的那个推，不然的话你就会直接被踢，踢到就他妈少一条命。这个就是要练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，他这么膨胀一下。一般来说我这个职业是一二三四五蹦，然后趴一下然后就 OK， 然后这个雪球掉下来的时候上面的台子会碎。我这把肯定打不过了，我的命太少了，我再你看被踢一下就死了，就很裂开。这把进来节奏乱了，这把很难过了，因为我要进 P3 的话大概要个，我觉得要个还剩个九条命左右能够过。练吧，慢慢练吧。这个 boss 三阶段恶心的就是差不多你要躲这么多技能的同时，你平均打他五下你要他妈趴一下，太他妈脑残了，所以要很熟练。没事出门了无所谓，这台电脑的第一次，好吧，这台电脑的第一次没有被两兄弟扫地出门已经很满足了。哎，我的任意门呢，没有了吗？哇，你们不觉得好玩吗？这种 boss 这么难打，这么难打就很好玩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是那种很傻逼的 boss， 就那种一下就打过了的，就没意思呀，肯定要玩这种难打的呀。就你打这个 boss， 你必须要装备巨好，然后呢，你要操作拉满，你才有机会能够单挑。就单挑这个 boss 是很难的，你必须要装备拉满的同时，要操作拉满。就装备拉满是第一位，没有装备你操作再好都没用，然后还要操作熟练度。这种好玩呀，打把撸啊撸下饭嘛。等一下好吧兄弟们，我把今天的工作做一下，我想想今天做个什么工作呢，要不去给你们打个 boss 吧，有个 boss 还没打，就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boss， 困难威尔，怎么说，要不要看？
要不要看我去打个，可以打个别的 boss， 困难威尔比较简单一点的。困难路西德吗？困难路西德我已经过了呀，这已经被我干掉了。可以给你们打个困难路西德，好吧？给你们打个困难路西德也没得问题。那就来个困难路西德吧，宝贝们。哎呀，困难路西德就不用弄武功了，随便加个 buff 就去了。来来来，加个 buff， 我看一下啊。组队邀请。好，你按一下一和二键盘，星星帮我按一下一和二。啊，那就打个困难路西德吧。我操！困难路西德就随便吃点 buff 吧。困难路西德基本上我可以保证就是波波过，好吧？现在基本上可以保证波波过了，而且无 buff， 就不会去拿很多 buff， 也可以保证波波过。我这什么职业？我这个叫做，我这个叫做暗影双刀。哎，我操！他妈开技能正好遇到他这个，哎，完了，交无敌吧。我这个叫暗影双刀。贪输出了，我死了，没他妈吹喇叭，完了，天堂又没了吗？啊哈，裂开，贝贝。贝贝贝，我要裂开鸟。
这不胶爆发了吗？留着二阶段用的，一阶段应该过了。啊，这个直接给他硬扛的这个召唤兽，算了，不硬扛，两个无敌留着二阶段用吧。哎呀，又死了，没吹喇叭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 boss 叫他妈吹喇叭，不吹喇叭，这个蝴蝶就会集合。然后人就裂开了，他妈晚节不保，最后时刻死了。啊，很烦，很烦，很烦啊！完了，又被作死。谢谢强哥的超火呀！必须要吹喇叭，吹喇叭把他的蝴蝶消除了。一阶段是他会有很多蝴蝶，每个阶段效果不一样。完了，天堂给老子破了，这畜生！吹喇叭了，快跑，兄弟们！啊哈！完了，我感觉我死了。动作不许走，完了，捆到他妈逼召唤兽了，裂开了，宝贝们，裂开了呀，这套爆发浪费了呀，贝贝们，又上去又他妈吃半月弯刀，我裂开来。半月弯刀。吹喇叭，
爆发，白交，白给，所以我们白给，你知道吗？白给。浪费时间了，无所谓。爹今天打不过你，爹把头砍了。啊哈！洗碗。算了，这样打得太拼了，不着急好吧。耗死这个逼！无敌又忘记用了，天堂又没了，感觉又要死一次。召唤兽好像来了啊，去吹吹喇叭，不然他要那个了，他要触发那个东西了。哎呀，他妈天堂又没了。啊，洗碗。又招宝宝，玩不起是吧？又放波，玩不起是吧？又掉下去了，玩不起是吧？又放波，被他妈连续吃波，兄弟们裂开了呀！哎，躲球球，我躲。哎，怎么老他妈往这边在播呀？你妈爷在哪儿？你播在哪儿？师傅？
看一下技能好没有，爆发技能好没有，爆发技能都是好的，可以杀他了，可以杀他了，完了，忘记他这招了，可以杀他了，可以杀他了。这波技能结束，他是没有那个技能的了，直接杀他了，这波结束杀他了。这波不要掉天堂，这波天堂别掉，不然容易出意外。等他到中间来，等他到中间来就把他杀了。开个无敌，等他过来。开 buff， 完了，水友们，完了呀！我掉下去了，可能打不过，裂开了，时间可能不够了，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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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完了，这波就算能打过也巨他妈极限。完了，不够了。不够了呀，炸了。呀，老子掉下去了，我去你妈的。哇，巨倒霉。正好掉下去，哇！哇，我不直播打这 boss 真的，兄弟们百发百中，你知道吗？你妈一直播就出问题，我裂开。哇，真的很有问题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我哇太夸张了呀！我平时打完他最少还他妈有个三秒钟，哎，很烦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很烦很烦，哎，等会儿再来弄他，不急，先抽下奖好吧？这游戏你玩的不开心就抽奖就行了，就一旦玩的不开心你就去抽奖嘛。就抽奖总会开心的，这次有个商机好吧，这次还有个商机，就这一期那个品格兵悄悄乐是那个出的心脏，然后一二段都会出心脏知道吧，所以这期其实现在有个商机就是敲一二段，但是今天在这直播我就不给你们敲个一，就不敲一二段了好吧，给你们敲个两百发的三段，然后就让星星仔来玩，我就把就玩完了，敲个两百发的三段，看能不能出一个满次的钢铁之心，好吧？能出也赚，其实也不怎么赚。这期敲三段的就是傻逼，知道吧？这期就不要敲三段，这期三段很亏，这期敲二段就行了。啊，露西都没打过，太丢脸了呀！困难露西都没打过，太丢人了呀！贝贝们，太丢人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太丢脸了呀，贝贝们！没有，我就敲一下嘛，就随便敲敲。主要我也没，我这号上我也没收二段，敲我还有五千多个三段，我这期自己敲了四千个二段，然后收了一些三段。敲两百个吧，敲两百个好吧，看有没有心脏，有心脏的话，如果出个满次的钢铁什么的还能回血，
CSGO 开箱不可能玩 CSGO 的呀，兄弟们，不可能 CSGO 开箱的呀，呀，入了冒险岛的坑，怎么可能还去玩 CSGO 开箱？百分百抽奖，品个冰悄悄的，它不香吗？它香呀，贝贝们。好，一个图基本上敲个几下，你就能观察出情况，就可以换线了。五线一般悄悄乐，我的福利线是五线，好吧？五线感觉有东西的，感觉平时接盟在五线，运气好。法芙娜死亡使者，怎么说？哎，这个火花还可以啊。21攻1350的血加3伤害，这个火花还可以。你好，哦，敲200发好吧？啊，心脏永恒1610，怎么说？看一下几次的，四次永恒的1610。这个是普次还是怎么说？普次吗？十六十好像就是四次是普次呀，我记得。对，这个是普次。800块，五线继续敲吧。反正敲200发好吧。出了一个心脏200发，一般来说就不会再出了。如果再出的话，就是狗拖了，好吧。就一般200发出一个货，我觉得基本上就到位了。就一般不可能再出了，再出就狗拖了。下午随便播播呀，下午随便播播，然后等会儿那个嘛，等会儿我去找几个美女嘛，然后陪少爷吃会儿鸡嘛，然后我去睡个午觉，然后我来接班，然后我又去弄美女，然后晚上就打会儿撸啊撸，然后等会儿晚点8-9点吧，然后就跟物资双排。台服不一样呀，国服 永恒心脏挺贵的呀，国服的永恒心脏挺贵的呀，永久心脏。哎，有这么多人怎么说，要不给他们发点福利，丢点装备，兄弟们怎么说，悄悄乐的很多东西直接扔，怎么说，不可能的呀。我以前玩这个游戏刚刚入坑的时候，老子法服了，就这种法服了装备抓着就直接丢了，你知道吧。现在这种1亿多的140级的这种披风都要挂拍卖行，就不知道为什么玩这个游戏玩久了就他妈越玩越抠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感觉五线不会出货了。而且悄悄乐，我教你们一个技巧，好吧？教你们一个技巧，学员们。首先你要勤换线，悄悄乐一定要勤换线。第二就是，你看我现在鼠标最快速的点，我现在特别快速的点鼠标，但它上面那个条长得很慢，发现没有？我特别快速度点鼠标，它上面的条都长得很慢。有一个办法是什么？你可以左右移动鼠标的同时快速点鼠标，这样你可以取消它那个悄悄乐的后摇。你看我正常点它就一下一下的，但是如果我左右摇晃着点，就很快就可以取消它的后摇，就可以猛抽，在你预感要出货的时候就猛抽，可以取消它的后摇。
这个是因为我上一期那个漆黑视频，我敲了10000多个敲敲乐，敲了10000多个三段日你哥，所以悟出来的心得好吧。我上一期敲了好多东西啊，好多好多。怎么说？私信战斗互见2次的，还行，10多亿吧。完了，卡住了，这个要小退。这期别敲三段呀！这期别敲三段呀！这期敲二段还行，好吧？这期敲二段有几率，就是这期敲二段大概率是就亏，我觉得大概率是亏不了的。然后如果稍微拖欧一点的话是可以赚的。这期敲，这期猛可以猛敲一点二段，然后呢囤着。哎，又来了黄金心脏3回。哎，我人捏马尾，它不香吗，贝贝们？就因为就按照他这个悄悄乐的这个尿性，好吧，下一期极有可能是神秘或者特秘，所以下一期的三段是一定会涨价的。这一期1块钱或者1.1块收二段，然后敲收礼物去敲二段，然后下一期卖三段，然后这一期敲二段券出的多一点，出点心脏什么的是可以回血的。就我觉得这一期敲二段，下一期6块钱卖三段，5块5到6块，我觉得6块吧，如果涨起来的话是6块，6块钱卖三段是赚钱的。永恒的白银心脏，畜生解我活，好像也不是解活，别人也在敲。我操！乱七八出满次永恒水晶心脏，我操！他200发出了3个心脏，太夸张了呀！骗托骗科的呀！我是官托来骗科的，兄弟们。我太鸡巴狗托了呀，宝贝们！啊哈！他烫到了，烫到了。满3000块，满次水晶3000块，它不香吗，贝贝？啊！离谱，真的有点离谱。我平时自己就是玩悄悄乐的呀，所以我知道的呀，这东西出货的概率，好吧？今天是有点离谱，怎么回事？感觉以后得他妈直播来敲呀。满次钢铁更赚，好吧，满次水晶还好吧，满次钢铁更赚。80个吗？80个三段吗？我看刚刚敲了多少个，1 2 3 1 2 3 4 5 6 7，刚刚敲了120发130发出了多少？出了3个心脏，已经属于狗托了，狗托了，完全狗托了，已经完全狗托了。你在做什么呀，贝贝？我日你妈喂！哇，太夸张了呀！哇，我真的狗托了呀！哇，
哇，真的狗脱了，真的狗脱了。不是我平时他妈在这敲他妈一晚上，敲他妈七八百发不出货，你们知道吗？呀，开个直播就他妈这么欧，我裂开了呀！算了，这些就不要了吧，好吧。直，既然在直播，就不要那么抠抠搜搜的大气一点。你们这些就不要了，稍微值钱一点的留着吧。我本来是想来给，是想来表演亏钱的，知道吧？就这期敲三段的话，基本上来说是亏的，因为这期三段出不了什么值钱货。结果他妈脱了，太夸张了，四个心脏，太夸张了呀，太夸张了呀，麻飞飞，太夸张了。这些值钱，稍微值钱的就留着，不值钱的就可以丢了。不可能再出了，好吧？不可这么这剩下的不可能再出了，绝对不可能再出了，不可能再出了。我操，法夫纳又法夫纳二连敲，两个三段法夫纳二连敲，我法夫纳三连敲，我是你妈喂！哇，太假了呀！哇，太假了呀！哇，绝对他妈有策划调了我概率的。我现在在直播。哇，我平时敲从来没有敲出过这种东西。哇，太夸张了。太夸张了，不行，这条线应该出不了货了。五线应该出不了货了。太夸张了呀，太夸张了，看一下几只的，哇，太夸张了呀，哇哇哇，我等会儿要去清点一下战利品，好吧，等会儿去清点战利品，太夸张了，太夸，你在说什么呀，啊，哎，为什么呀，直播片刻，兄弟们，你们别信，好吧，你们别信，他不是这个概率，真的有问题，他真的不是这个概率，我他妈敲了一万多发，我太知道了，真不是这个概率，你可能敲个两三百发，他妈一个都不出，哇，这个太夸张了，哇，太夸张了，哇。哇，赶紧发个喇叭，等会儿赶紧刷个喇叭澄清一下，我人年马尾。哇，感觉需要他妈逼直播来敲呀，以后几次，一次。我他妈平时敲的时候敲的我郁闷死了。哇，太夸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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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贝贝，太夸张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夸张了，我人捏马尾，太夸张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太夸张了。太夸张了，
太夸张了呀，太夸张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太夸张了，我操！就太离谱了，知道吧？我他妈想继续敲，真的，太离谱了呀！这个暴率，太离谱了，我这儿捏马尾。敲了他妈多少呀？200发！我本来是带两个心脏，你们知道吗？太夸张了！200发多少？多少？200发三段。1 2 3 4 5 6 1 2 3 4 5 6 7 8，八个心脏。200发三段，八个心脏，我去你妈的！我平时不直播，敲他妈500发不出一个心脏，太夸张了。等一下，我上我的号解释一下，兄弟们。太夸张了。100%，我跟你说，速龙在看我直播，好吧，100%，刷个喇叭，你们信我，你们信我，平时不是这个概率，敲不出来的，别上当的，别上当了，怎么他妈是繁体啊？我裂开了。好吧，免得他妈被别人说我是他妈来骗科的，兄弟们，真的，赶紧说一下，赶紧说一下，免得被别人觉得我是来他妈骗科的，真的，解释一下。哇，太夸张了！哇，真的太夸张了，兄弟们，真的太夸张了！我平时自己敲，我平时自己每天都敲的呀，太夸张了，好吗？哇，离谱，真的离谱，不可能是运气好，好吧？哇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！200发三段，八个心脏，八个心脏，一个满刺水晶，我日你妈喂！三个一二三四个16/10是四次的，一个黄金三次，一个白银心脏，白银心脏不怎么值钱，也还可以，无限交易的也能值点钱，未来心脏不值钱，法芙拉都是普次的嘛，4把法芙拉武器普次，5把普次法芙拉武器，一个两次的吃心脏的护件，一个一次的这个，一个法芙拉的裤子，我算一下这多少钱，这赚成傻逼了，这是赚成傻逼了。这个火花不行，而且这个也能卖点钱，好吧？这把恶魔的这个武器也能卖点钱，因为这把武器火花还可以，哇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我他妈我真不骗你们，我平时敲有多倒霉。我之前大概上一期敲的漆黑，我三千个三段敲了10多本书，5个失控，然后一堆高背，一堆顶背，然后呢一
几三个漆黑眼罩，就反正抄了巨多货，然后后面7000发基本上都没怎么出货了，有的时候抄一下午抄1000个都不出货，连本书都他妈逼不给。我今天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怎么说？看一下有没有格子，把东西卖一卖。未来，哎，我怎么是繁体输入法呀？这什么意思呀？未来。不是，我输入法怎么是繁体啊？111亿卖一下好吧？111亿，我看卖个多少钱？卖个108亿好吧？108亿。魔术刺客短裤，26亿，26亿，怎么都砸了卷的呀？天然七次的是卖87亿，哎，真的假的呀？哎，不是真的假的呀？天然七次卖80，哎，真的假的呀？79亿，好吧，来个谁又秒了？他们卖87亿，我卖79亿，有没有人来秒了？哦吼，格子不足。哎，不是这东西20多亿吗？你妈逼！怎么挂拍卖挂的70多亿啊？这东西就20-30亿啊，怎么他妈现在拍卖挂这么贵啊？他砸卷的，他那个砸卷的垃圾，他那砸卷的卷才成功2次，你还要去拉还原，太浪费了。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大号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没做，贡献刷没有？我想想，贡献刷贡献了吗？我好像没刷贡献，啊、刷了贡献刷了，贡献也刷了。我想想，贡献刷了，缘分线团做了吗？做了。星星领了吗？领了。100%不会交100%的呀！我早上10点钟的时候定了个闹钟起床，敲了一波100%呀！我今天100%也拖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今天就很拖，今天100%也他妈狗拖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100%出了什么，好吧？我今天敲了9000块的100%，9000块，9000人民币的100%。看一下我今天赚多少，好吧？好，一个猴子猎人5爆，这个1000块，这个东西1000块。活力鸡萌2000块一件，这里3000块。活力鸡萌2件，这里5000块。兔耳帽的话应该是500吧，我不知道，先不算吧。这里。2个4爆加1个5爆，这里就是5000块了。然后这里活力鸡萌休闲服，这里7000块。然后这里活力鸡萌9000块，这就回本了。然后这里活力鸡萌，这里就11000。然后又一个活力鸡萌，这13000。还有那么多别的，今天来说赚个几千块吧。兑换码你们领不了呀，只有我自己的号可以领呀。这个百分百是只有我自己的号能领，
只有我自己的号能领，你们领不了的，知道吧？你们是领不了的，你们看到了码也没用，你们领不了，不是本号领不了，好吧？你们当我是憨批吗，贝贝们？